来看一下，这台 Pilu 是不是相当的经典，相当的稀少？经典车款太多了，这些稀奇古怪比较少的车子在台湾相当的冷门，所以当初车主跟我说 Pilu 这个东西，我还想了一下是什么车。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哦，原来大概长这样。结果来到现场，跟我想象中，哇，实体看到这个实车真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啊，它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它的后轮会转呢，哇！你看，你能想象这个年代它后轮就带有转向系统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再来就看它的内装，它的内装你看它仪表板，哇，这整个这样很像潜艇一样，就是从正驾到你的副驾全都是满满的仪表，这看起来相当的高科技，在那个年代。现在啊，你要有这种仪表板的设计就非常的稀少。好，现在咧，这个车子呢，车主这次也想要来对它进行个大整理。那为什么想大整理呢？当然不外乎就是情怀梦嘛，对不对？因为车主年轻的时候，他的台 Pilu 还有3000 GT， 所以他从那时候就对于这个车子非常的有印象深刻，而且那时候呢还载着妹子到处游山玩水。好，这次呢车主在之前跟我们评估的时候，他知道说这类老车零件会非常难取得，所以他在这来之前的时间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找这些零件，去从美国啊、日本啊等等的采集到这些零件，然后开始到时候呢来对他进行一个翻新整理，然后把一些旧的零件做更换。那再来 Pilu 呢，其实车况看起来是相当漂亮啊，就除了这个天窗而已，然后呢一些难免小刮伤跟铝圈掉漆，不然这台车以这个年份，内装跟外观其实看起来相当的完整，相当的漂亮，前车主就是有在照顾，但新车主呢，也就是这位客户觉得车况可以再更加完美，所以呢不管怎样先来进行一次的内外大整理。那这次呢车主预算抓个20万左右，那实际情况呢到时候边拆开整理，那再看有什么东西需要再进行追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连串的整理过程。
终于在 Peru 翻新完成了，历经12个月的时间，你没有听错，也就是一年。去年是冬天录的嘛？对，然后到现在也是冬天。好在呢 ，Peru 呢翻新完成，真的是相当的美啊，超美超赞，我都想要把它留下来。这个车子啊，数量相当的稀少，然后经过我们的整新，这台车真的是仿佛回到当年1990那年代刚出厂新车般的面貌。我们每一次整理老车都相当的辛苦，我讲这钱真的不好赚，不要觉得那边好赚。这台车呢，总共花费约30万块，那这当中呢，没有涵盖到有很多零件的成本，因为有车主的朋友协助我们，然后他自己呢，他也有在从国外去订料。那估计呢，我觉得这车总花费应该可能要花到40万。其实真正最贵，我觉得是时间，因为时间成本这件事情，像有很多零件一来一往，然后等，然后不行又要退，然后甚至遇到不能退了，哦，那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那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老车不像新车，现在零件随叫随有，因为这样没办法随叫随到，我们就没办法装上去哦去做测试，我们只剩下一些中古品或是一些整新品。那这种车呢，台湾本身就稀少，所以只能从国外订。好，那这次呢，小林快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次你内装啊，还有整台车有哪些地方是比较有问题的？以它的车内的部分，就是可能像它排挡头的修改，那因为它这台车比较特殊，那它原本的部分用改装排挡头，那现在换回到原厂的排挡头，那光排挡座的部分又做了修改，跟方向盘美规日规的版本不一样，相对的也要去做修改。有没有听到？你看啊，这边又分日规跟美规又不一样，你看。对，以及它的一些气囊的部分接头都不合，那可能也要去做技术上的修改。那加上它这组大灯可能也不是台湾一般看得到的大灯，这也是美规的大灯，也是另外去做修改，然后去把它用技术的方式去把它做还原更新。那因为它原本寄来的东西是雾蒙蒙的，根本是看不到，像白内障一样。然后甚至一些很多周遭的零件都是透过车友或者国外的拍卖网站去订购回来的，所以很多都是在等料件，会比较麻烦一点。对，听起来不止时间哦，还有就是经验啊，我跟你讲，这经验啊是需要很强的。你以为修修改改是随便锁个螺丝自攻牙上去就好了吗？土炮就好了吗？我跟你讲，那不是这样的，好吗？术业有专攻，千万不要把我们当廉价劳工啊！我跟你讲哦。好，再来车子呢，看一下镜头，你看整个洁白亮丽、纯红色的车身，然后配上呢当年接近原厂式样的铝圈啊，那是车主他想要配这种铝圈，所以我们就把它安装上。那这次它的后车厢我们也装潢了，定做木工。对，木工，请木工特别定做装潢过，多的置物空间可以放取他个人其他的一些小物品。再来呢，外观板件就是你看，像当初有一些缝隙啊，可能之前车主有去整新，然后没有弄好。那这次呢，也多亏我有我们的才哥哦，还有阿明哥哦，这两个加起来都破百岁的啊，江湖最强的钣金烤漆的双人组，对，老搭档 ，OK， 把他呢妙手回春哦，尤其那个天窗真的超疲劳的哦，那天窗当初旁边都锈得乱七八糟，那现在呢我们也把它恢复好了。那当然啦，我们也希望就是通常都是整新好的这些车子，尽量呢就不要再去放在户外淋雨了，因为这些车的零件已经很难找，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哦，我跟你讲，这可能要去故宫博物院里面找了，有吗？还不一定有，有哦 ，OK。